喂，真的没人要你信啊！我真的傻眼，不要打我了。哎，对哦，观众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被击飞嘛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被击飞之后，他会随机搬迁到一个位置，然后我很像也是，他很像也帮我搬迁到圣城附近吧？对啊，其实我蛮不想讲这个的啊，但是刚好端午节，我想说如果有题材的话，我是可以讲这个啦，没问题。对，但我只取。我就是慢慢玩，你先给我那个血管，我看一下。诶，那我们现在实力提升了不少诶。Oh my god！所以哦，就是要让你考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啊，哎呦，我被打回地中海了！哎，你们是欠骂是不是？哦哦，我本来在圣域的，哎，我不管啦！你们不要逼我花钱，我跟你讲，我老子我就是喜欢住这里啊！惨了，没钱了，这卖，好大胆哦！也算是十五二十输的呢，有没有赢？去查一下。